兰博夏想越下六级的兰博想越下阿菲留斯升不了六被抬到了，感觉要死了这个兵冷清吗？好像死了呀，一血有了，兰博这个刀刀放的还可 以，而且兰博是有闪，想杀一个辅助不想杀这个 ADC， 但感觉兰博刚消闪是不是有机会的，我感觉有机会杀 ADC， 扣了十二块钱，哎，闪现了，源头有闪现必斗，哎，欧娜有闪，欧娜就不叫闪，哎，这个兰博有闪吧？是的，他好像在波比圈里，冲先锋的。这个先锋，但是左边兰博是没有回过家，右边波比是回过家的，而且狐狸是有 TP， 感觉这个 T1 动这个先锋是给别人机会啊。这个 TP 位置狗文踢得很好啊 ，Faker 先开 W，Faker 没 W 了，兰博这个搭档非常好，戳比能不能看学习一下？但是落白给 carry 啊 ，carry 招闪现，球洞还在找机会，球洞在一闪吗？球洞一二，我操，我操，大四吗？马老师。大师吧，有没有可能是跟 AD 反应太快了？这个 ADC 啥都没干就把技能躲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！盲视野酒桶那里没视野啊？是的，他应该没人看到了。这没看到酒桶的呀，我操！这波落想开的这个小花生，但是开不到。哇，他跟挂机的样子站着，你看，好像是盲视野吧？对呀、啊，盲视野没野呢。哇，有没有可能是他反应太快了？反应太快了吗？反应也有点快。但是先手大怎么样？哎，这波我觉得要应该先帮大我的永双吧。是的，先永双或者放大。这个位置白给了，白给了。OK。技能也放的。但感觉不管怎么样，你反应再快，这个应该是能开到人的吧？除非，哎，飞哥这个位置有闪现，有大招，又是把他大走了。我操，飞哥每次都能找很好的那个位置能大他。飞哥这个位置有闪现，想到下面说，遇到了呀，被清到了。狐狸闪现下去 W 一下啊，他刚放的吗？这个？应该是狐狸刚放的，这个好像是刚放的眼，是的。龙拉出来，然后葛温在侧面就继续打。不要了，听闻想开皇冠打大龙啊！大龙去了，我剑姬这边只能走了，不能小龙还大龙，大龙这太关键了，这个大龙打得很快啊，十秒钟。宙斯已经找好位置了，但是感觉听闻这个位置，宙斯想开团，这个位置他们是知道，看到人过来了，戳皮一刀这个飞哥，兰博这个大招放的还可以，但是。没有后续，没有后续了。对啊，没有后续了。但还是等会儿要抢中线了。兰博大招 CD 很快，这个时候兰博是五十秒一个大，他等一下这样也不亏啊。这样，我觉得前期就让多兰一个人去打小龙就好了呀。solo 去吧。葛文是有 TP 的。哎，他这位置鬼开了，古玛这个位置有闪现，他没有狂风。古玛有闪现，没有狂风，这里多兰这个位置没死，还在。哎，我操，兰博！哇，一波了好像。我操！我那个兰博把这边中上全部烤熟了都，烧烤。戳比这么飞的戳比直接没了，一波了，这守不了了。应该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没用的，应该一波了，哇！这不真要看回吧？这么飞的戳比啥都按不出来就死了。死的呀？应该是被落控了吗？被落控了，直接被秒了。主要是刚好落跟酒桶好像，刚好牛头控的时候给队友跟不上啊。对，落跟酒桶。我觉得牛头刚才虽然开那个侠开的还可以，对，但是多兰没有 W 的那时候，对，主要是那个抽皮第一弦不好跟，是的，都不好跟，太远了。哇，恭喜 T1 没有让二对三，还是赢了。多兰只能玩肉英雄，这不能怪多兰吧？这把不能怪多兰吧？感觉这把不能怎么样都不能甩锅给多兰吧，兄弟们，这把 support game， 这把真的是 support game。辅助那个闪现。连锁反应吧，也是你说的，对 ，support gap support。他那波闪没了，然后下路又被越了。兰博的 MVP 条例100%合理，最后一把给到最后一把都能选到这个英雄，能选生死局能选这种英雄，有自信，对，还能 C， 有自信有信心，合理，看到是100%，看一下回放，而且他打团打得也很好，等会儿可能会有回放的啊。T1 打野节奏太好了，感觉 MSI 最强也没有啊，其实前期吧小花生也玩得很好，是的。小花生节奏还可以，只是这把真的前面两局他们一起被搞了，他小花生也没什么办法。那个赛恩是的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觉得这把是其实真的不应该选那个波比的。是的，我感觉波比没必要，他是想抢吗？一二楼抢的呀。是的，我有点想抢的，有抢的感觉。先选波比能干嘛呢？他那把其实只能限制一下那个路，没什么能限制的。就一个路，就那个先锋那一波。是的，确实算是限制了那个路吧，也就那一波。
他这把也没有像沃纳那一把第一把什么大招大了三个人啊，关键的他如果打团能把人大走的话他还可以。其实狐狸没啥用，说白我就看要会最后那个团他是怎么死的，他是被洛开了吗还是被酒桶开了，他不能那样死的呀。他最匪的狐狸团战零作用直接被秒了，虽然确实牛头不应该那样开的，牛头开的有问题，但不会那么溃败感觉。至少他那个有狐狸有大的有闪现的狐狸不能这样死，被侠倒钩了呀。侠倒钩的是那是葛温吧，葛温被倒钩了。我看我是看到葛 温, 我, 到葛温，我没看到狐狸那边，我在看那个侠的位置，他被侠倒钩了。我反正看一下回放就知道了。等会儿就有